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बुद्धस्स。我们刚才这个是称颂佛陀，佛陀有十个名号，那这个是世尊，就是世尊巴格瓦是带来吉祥，世间人所尊敬的，中文字看起来是世间人所尊敬的，实际上在印度里面呢、是给大家带来吉祥，然后当然大家也是尊敬的，还有阿拉哈阿罗汉，那就断尽烦恼者，萨玛萨布达，布达就是觉者，萨玛萨布达就是呢圆满的，这里啊正等啊其实有圆满的，然后呢是完全的圆满的觉者。好，我们接续上一讲跟大家提到，在念珠经或大念珠经中，佛陀有完整的传授学习四念珠的方法，那上一讲中给大家看的这一段话呢，其实就是念珠经中有关于学习四念珠所带来的利益功德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有情的清净，无为的超越，苦忧的灭没，正理的正德，涅槃的作证。这个呢是一个没有分叉，直接通向于断尽烦恼证的菩提的方法，这就是四念珠。那这个四念珠呢，古代从汉译中啊也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大概在几十年前在欧美啊习惯翻成唯一的道路，那这个已经在佛教界已经多次被指出不要翻唯一的道路，它是一条没有分叉的道路，直接通达正的菩提的道路啊，这是比较精准的翻译，这个已经被很多人指出了，因为如果说成唯一的话呢，佛陀在其他经典中教导能证得涅槃证阿罗汉的方法，用这个 Ekayana Maga 来形容的不只是四念珠，还有其他的，所以就不要用唯一，就是说这是一条可以通达涅槃的道路啊，这样会比较好。我先把这部经的注释的重点跟大家说明，埃卡亚那呢，它其实是没有分叉的道路的意思，就是不要分叉，就是你这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可以直接通向你目的地，它本身并没有分叉。在印度啊，很多河啊，不同的河的名称在阿含经中就有讲到，它有不同的名称，有不同的小河，但是最终呢，它是迈向于同样一个目的，就是大海。就是所有的小河都是会向于同样一个大海，所以它那一行呢，其实一就是指终极目标，是同样一个终极目标， Ega 就是指它的目的地，到达的目的地，然后行呢是一个手段，是一个方法，然后是一个路径，它的目的同样一个，没有分叉的意思。说它唯一的道路，这个翻译不是坏哈，这也是好懂，但是它容易误解。误解呢就是说除了四念珠别的方法就不能到达，而佛陀讲解除了四念珠之外，念佛念法念僧等等啊，包括三十七菩提分，有很多都同样可以到达断烦恼的效果。你们知道唯一就没有可以比较，也没有相等了，所以这个名词翻译的过度强烈了一点，所以这边我们根据印度古文的定义呢，就不是唯一，是指一心，就是没有分叉，不二也可以翻不二法门，但是呢不二就是容易误解成唯一，它这个意思其实是指这个道路本身啊没有分叉，目的是到达同样一个，使你到达同一个目的地的意思。道是什么意思呢？道就是导向，导向涅槃，欲求涅槃，被道所引导，对，导向于涅槃。涅槃这个字啊，涅槃呢，涅槃呢是什么意思呢？槃呢就是指森林、烦恼、
树林代表了烦恼， Nib 呢就是熄灭掉这些烦恼的森林，有很多棵树，就是把它劈成我们很多烦恼，有大树小树，森林里面的树啊，有一些小小的树苗，有一些已经茁壮长大了，有一些变成老树盘根了。那我们的烦恼也一样，有一些是老树盘根的大烦恼，有一些已经开始茁壮的一些烦恼，有一些是星星之火刚刚开始冒起来的小小烦恼。这个道啊 Maga 就是能导向于涅槃，能够断烦恼，这是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手段。所以我们学习四念处是学会这个方法，怎么样灭掉这些大大小小不等的烦恼。为了友情的清净，就是为了众生的清净，友情 Sata 也可以翻成众生。因为我们贪嗔痴这些烦恼，这边的烦恼特别是指我们的贪啊，枯燥的贪是对于看见的、听到的、嗅到的、尝到的、接触到的这外在的五种呢，色声香味触，我们一直追求它所给我们带来感官上的快乐，在佛教名词上就称它为五欲，五种欲望。这个五欲不是我们一般的听到什么这个财色名食睡，财色名食睡严格说不属于正统的佛学名相。五欲在佛教中正统的名相不是财色名食睡，是色声香味触，是五种境。色呢就是眼睛所看见，对于看见了之后产生乐受舒服，我们就去贪它。耳朵听到舒服的，我们就会去贪它；鼻子嗅到舒服的，我们就贪它；舌头尝到舒服的，我们就贪它；身体碰触到带来的舒服的，我们就贪它。这舒服呢，就叫做乐受。你觉得很舒服，那我们就贪它；相反呢，带来苦受就排斥它。我们这个心理机制啊，对于外在的这个五官带来苦受跟乐受，我们立马当下的反应就是最舒服的来，我们就贪它，希望再多一点。那对于不舒服的，我们立刻就排斥它。可以说众生啊，它没有说一定是人哦，所有的众生，包括什么呢？包括动物也会这样子啊。不只是人类哦，所以他为什么没有说一定是人呢？他说是众生，他说是众生都会这样，所以为了众生友情的清净，他可没说这个只是为了人的清净，因为这些烦恼不只是人啊，所有众生都有，只是不同的众生会有不同的烦恼。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了，这个就是偏重啊。比如说地狱道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畜生道众生、人间的众生、在天界的众生，他们的烦恼啊会有差别。你拿人跟畜生做比较，它就有差别，然后拿人跟鬼道来比较，它就有差别。拿人跟天界上面的天人啊、神来比较，它也有差别，在佛教中就称为天人，就天界的众生。那天界的众生之间做比较也有差别，我们人之间做比较也有差别，畜生之间做比较也有差别。所以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是佛教对于众生的这种生态啊归为这几种。胎生像人就是胎生，那像兔子也是胎生，老鼠也是胎生，卵生像鸡啊、鸭啊、有蛋的这些啊卵生，湿生在生在有很多潮湿之间的一些菌类啊细菌。那有一些呢，这个化生啊，像鬼神类、天神类，还有人类死了之后转换成下一世啊，这个头生本身就有化生，所以众生界有很多形形态态，那他们都有不等的烦恼。那都有一个共同点呢，
对于舒服的、欢喜的都会产生贪，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只是这个贪呢，会带来很多痛苦。当我们产生不正确的思维模式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我们这个烦恼啊，因为乐受啊、舒服啊，就会在追求它多一点。比如说啊，我们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我们吃了之后觉得好吃，因为我们很在乎是那个好吃带来的乐受。那这个东西我们会喜欢去吃，是因为它带来乐受。所以当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进一步会去再吃这个东西，这东西激发这个乐受，这舒服感受，于是乎我们就会喜欢这个东西。那在古代的论史啊，就曾经这样譬喻啊，就好像一个保姆在照顾我们的小孩，把我们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照顾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爱这个小孩，因为保姆照顾小孩照顾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喜欢这个保姆，是因为保姆给我们带来舒服的感受。同样的，我们喜欢吃这个东西，是因为它带来乐受，所以我们喜欢上这个东西。有一天你生病了，你吃这个东西带来苦受了，你就会不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很常到医院啊去探慰病人。各位应该听过食道癌，食道癌的人啊，他吃东西就开始产生辛苦了，吃什么美味他都痛苦，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严重的时候只能靠一些吸管吸收一些流质，在最后严重的完全不能吸收，连喝都不能喝，就能打点滴了。像这样的话呢，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吃某一种啊米粉汤，他说希望家人能买个米粉汤给他。他在医院住久了之后，就想以前喜欢吃的东西，结果呢，买给他之后，他一吃下去是痛苦啊，痛苦不堪啊，哇，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从此跟家人说，这东西啊，就别再买了，不好吃了。即使是米粉汤，它跟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口味都一样，只是自己病了，吃的东西带来苦受，所以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了。其实佛陀很早就告诉我们，所以论师们就一直用了很多譬喻，让我们能理解，我们贪着东西、喜欢的东西是因为带来乐受，我们排斥它是因为带来苦受。这是我们众生界啊，我们一再强调，这众生不止人类，很多众生都有共同点。就好像我记得有到一个地方啊，哇，有三只这个陌生的小狗啊，一直吠我啊，哇，追逐我啊，好像对我很凶，因为没见过我。那我想，这个小狗对我这么凶，好，明天早上我就拿一桶那个饼干啊，早上就喂他们吃。他们可能还记得昨天吠过我，可能心有愧欠了，不敢太靠近我。那其他的狗就跑过来吃了，我都喂别的狗吃啊。这个三只小狗远远看着，我想奇怪，其他的同才同好同餐道友，哎，怎么那么敢靠近我？我喂他们吃，别的狗都很高兴，这三只狗可能有愧欠了，昨天吠过我不敢靠近我。结果不管他，慢慢就他就看别的狗也吃，他也想靠近，也参与大家一起吃。我就把饼干远远丢过去给他，他看到饼干赶快跑，就走过来又吃，哎，怎么慢慢慢走进来了？越走越靠近之后，我手就拿着饼干，他不敢咬，到最后敢吃了，最后就参与这些狗群里面了。之后看到我就摇尾巴了，因为我会给他带来乐受。其实人与人之间，你会给人带来乐受，给人带来印象很好，你会很受欢迎。所以为什么修慈心禅的人呢、啊、很受欢迎？为什么修止观的人呢、啊、懂得修饰自己的烦恼，容易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体谅到别人感受，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的人呢，就很容易啊，会体谅别人。所以为什么修慈心禅、修四念住啊，很容易了解自己感受，也比较能够精准的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呢，你尽量少给别人带来苦受，你就会受欢迎。这是一个众生很正常的反应，你要懂得这个方法。当然我们学四念住不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你要知道众生都是在追求舒服的感受。
那我们现在讲到四念住这边呢，是为了众生的清净，是因为我们在贪那个乐受，有这个贪求啊，有一种不等贪，非离贪，非离贪就过度贪，本来你能承受的可能就是10公斤，你承受来一个100公斤，就是等理，你提不起的东西你去过度的提，你适当的贪，这个欲求的目标可能你可以达到，过度的贪给你带来过度的压力啊，造成你不必要的情绪的波动。所以呢，我们呢适当的贪，先不要开始一要求我们没有贪，但是先处理不等贪非离贪。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不等贪非离贪给你带来很多痛苦，过度要求了，本来你的经济实力你只能买得起100块钱的东西，你居然去买一个1000块钱的东西，那贷款900块，以后你日日夜夜想起你就很多压力了。贪我们都会有贪，我们没有证到阿那含果三果之前都会有欲界贪，但是先不要有过多的非离贪。贪不止财务上的贪哦，包括名利上的贪，好名，过度的好名，过度的吹捧自己，过度的膨胀自己，明明自己的实力只有30分，把自己夸张到60分，你夸张到60分以后，别人就用60分的高度来要求你，发现你实力只有30分的时候，以后会被贬义的非常厉害啊！你以后被人贬说这个人太夸张了，在厦门啊或者闽南福建啊，这个叫碰轰，对不对？这里台湾有一种茶叫碰轰茶，东方美人茶，膨胀茶，碰轰，过度的吹牛。所以对名过度的要求，对经济过度的要求，对于食物过度的要求，什么过度要求的贪都给带来痛苦。这个痛苦你就产生很多忧了，因贪的产生忧，所以你就不得清净啊。这个清净就指什么呢？没有烦恼。那这个烦恼一直存在，烦恼的染污的心啊，那你被清净了之后呢，你就不存在这个烦恼，或者你学会了这个四念住，减少这些染污，减少这些贪欲，你换来呢多一分的清净。然后为了愁悲的超越啊，这个愁悲啊就是忧愁跟悲戚，我们有很多愁啊，有很多忧啊，哈，人生不过百，却有千岁忧千岁愁啊。注释里面引这个三大帝跟巴特卡勒两个佛陀时代的人物啊，这里注释呢主要是引这个故事，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愁，什么叫做悲。他引的这个两个名字都是佛陀时代的人名。三大帝是个大臣，他当时在宫殿中啊，他爱上了一个舞女，爱上这个舞女之后啊，天天就想这个舞女啊，所以想得发愁啊，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啊，这个舞女啊突然间去世了，这就在舞蹈中啊，这个三大帝也是有点过了哈，喜欢这个舞女，结果天天给她跳舞啊，陪着她在宫殿中常常陪她，因为她当时啊立下了大功啊，国王就赐这个宫女给她，结果她太过贪着啊，宫女也是人啊，也要休息啊，结果她操劳过度啊，就连续的多天日夜不停的舞蹈啊跳舞啊喝酒啊，过了几天后就在她舞蹈中去世。那突然的去世给他带来很多的愁啊！后来呢他就是遇到了佛陀，佛陀在教他怎么样离开这个愁的烦恼。巴特卡拉是个悲剧的故事啊，这个是非常有名。巴特卡拉原来是一个有钱人的女儿，掌上明珠，但是她却爱上了家里低阶级的佣人啊，后来就私奔了，跟着这个男人过活，后来生了一个小孩，那印度的传统生小孩就回娘家嘛，啊，可是他先生不肯，那晚上他偷偷就跑回家，那先生呢就出来找这个太太，在路中呢先生呢意外死亡，两个儿子也去世，一个被老鹰衔走，一个就在河中冲走。那走了多天回到家里面，发现父母啊也因为一场火灾啊而烧死了，所以他因此便发疯了哈，因为一连串的不幸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叫做悲，
他后来也是因为遇到佛陀啊，在教导他怎么处理这个悲伤悲气，他本身还是有善根的人呐。那教他修行之后呢，他也修得很好，后来呢，他也出家，就成为啊有名的一位比丘尼。他就发了一个愿，他说像我这样苦的人啊很多，那我就发一个愿，我出家以后要帮助像我一样痛苦的女人。在印度呢，女人的地位很低，印度除有四阶级之外，加上女人地位很低很低啊。像佛陀这么勇敢，在世的时候啊，就破除了沙门婆罗门的传统啊，让女众出家，这是颠覆性的一种破除传统。但是在印度的社会中，女人没有地位，加上很多苦不堪言的事情，很难呢、啊、为人所知啊。所以巴德乔勒发了一个愿，以后我出了家，我就帮助这些天下痛苦中的女人。后来就成为在有名的一位比丘尼，后来也修正了阿罗汉。为了苦忧的灭没，灭没什么呢？身体带来的痛苦，心理带来的忧，一个是身，一个是心。身体的苦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老病死。这里讲到提萨铁拉，提萨长老呢，他本身就是苦啊，他曾被人家陷害，出家以后还是被人陷害，就在陷害痛苦中啊，他本身还遇到了杀手呀，因为被陷害是被人家收买的凶手要杀害他。为什么呢？因为提萨长老出家以前是个有钱人，家里啊财产分配可能不均啊，另一些家属的人、啊、就买了凶手把他杀掉，杀掉之后财产就归于另一边的人，会分得更多一点。所以后来这些杀手告诉他，他兄弟的家属啊是来收买他的，他当然知道之后也很难过。那那个时候呢，可是这些杀手不放过他，就今天晚上就要他的命。后来提萨长老说，我出家以来，我一直都没有证到阿罗汉，我没有真正的、啊、在佛陀的教法中真的受用，你就给我一个晚上吧，你明天再杀我，明天明相出啊，你就杀我吧，我还希望多一个晚上。这道姐呢听了之后说，我怎么那么笨呢，放你走啊，你先等下晚上你就逃跑了。结果提萨长老说，这样吧，我就拿石头把自己脚扎伤，扎伤之后啊，我就走不了啦，你们就在附近看着我，到明天早上你再取我的命。但是因为脚自己扎伤了，因为脚的痛苦啊，观察这个脚的痛苦，这个叫做苦，身体的苦，因为这缘故啊，他那个晚上知道自己的生命也不多了。当人知道自己明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呢，会更珍惜的看到生命的无常。因为这个缘故啊，他就在那个晚上证得了道果，所以这个就叫苦。每一个人都有苦，病苦就是一种苦，苦你还得要接受，身体的苦还是苦，除非你是一个有懂得四禅八定，你能入定。像有一些阿罗汉，他有身体的苦，但是呢，这个苦跟着他多天多年，怎么解决他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进入禅定。进入禅定呢，可以暂时呢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痛，但是你出定之后身体还是痛的。第二种方法呢，就用毗婆舍那，要观察身体的痛苦，知道痛苦是痛苦，但是不要产生更多的嗔恨心、排斥心、更多的烦恼。所以止观的应用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呢、啊、解决这个苦了。最后一个呢，就是萨卡第四天呢、啊、的忧。这个忧是什么忧呢？这个忧就是说到啊，这个第四天神啊，他看到其他的天人无衰相现前的时候，这些天人福报用尽了，无衰相现前也会继续在轮回。有一些天神呢、啊、就会往生到人间。那有一些欲界天天神还会堕恶道，色无色界天神在巴利佛教里面是没提到会堕恶道，那欲界天神还是会堕恶道。当然有很多呢，他本身还会升到欲界人间，因为欲界天的福报大，像第四天王那个很大的福报，消耗完了之后还不至于堕恶道。那有一些呢就会升在人间，那有一些呢就会堕恶道。第四天王啊，看到之后啊，就会很担忧和很多忧。忧什么呢？
看到别人堕落，也想到自己有一天我在天国啊消耗完毕之后，我还会继续去轮回，对于这个无知的未来产生了很多忧。人虽然不过百，我们可以有一千岁的忧，我们没有一百岁，可是有一千岁的忧。我们虽然过一天，可能我们有一百年后的忧。天人也一样，有很多未来的忧。后来他这个问题也是在经典中记载，他是请教佛陀怎么处理这个忧。那佛陀当然就教他修福行修福业。这个忧有两种方法处理，一种修福业，你福业做的有饱足感，做的福业做的很多有饱满的感觉的时候，你也会去掉这个忧。你这个福业并不是理论上指导，而是你真的做到了，做到它有一种饱足感，就好像你吃饱了，你有一种饱足感，常修福业会饱足感，常常造恶业有一种亏欠感，好像欠了什么东西，欠了别人的债，你自然会生气，这种是业力不可思议的东西，这就是业力，业的一种力的展现，做了亏欠会有一种亏欠感，做了福业的时候有一种心安理得会饱足感。你只要多做你就会知道，不管你造恶业做福业你就会知道。所以呢，这个第四天后来就知道了之后呢，就修福业。所以我们知道修福业可以让你减少这个忧，因为你知道你的轮回会往生善道。第二种修止观，修止观呢有众善业成就的人，乃至毗婆舍那成就的人，那绝对不得到这个忧也能解决。作为我们对未来的生死前途未卜，不知道你的未来是如何，所以你也会有很多的忧。我本身就遇过一个老先生，这是我在开示中引用过几次，他是事实，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在雅比慈云寺，他本身开计程车，这个老人家他退休后呢就到寺庙里做义工，他是免费做义工，早上七点钟负责开门，晚上十点十一负责开门，活动有时候会拖到十一二点，他一点都没有抱怨，他就在寺庙里面，后面还种一些有机菜供养大家。他刚开始也努力的去上佛学班上禅修班，他说就学不来，因为年纪大了文字也认识的不多，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做福业，别人在听法，你们好好听法，你们外面停的车子我帮你们巡逻，让你们停车停得安心，哎，你们安心去听法，我护持你们。他就护持别人护持了十多年，后来他病重要去世的时候，就我刚从美国回去，他说我希望看看开印法师，因为我们认识了十几二十年了，他说希望太太也不要在旁边，我有话要跟师父说。所以我当时见到他，我就问他，我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我的好朋友，你对死亡有恐惧吗？他告诉我，师父，我没有恐惧，我现在死一点都没有恐惧。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还没病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做了很多功德，做了很多善事，我感觉到我这种心很安，我知道我的业力让我往生上去，我感觉到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哎，你看他经论知道的不多，可他做的多。所以各位啊，这个未来的忧啊，一个就是修四念住，他直接可以去除它，但是也要懂得修福业。修福业第四天是修福业的方法来灭除这个忧的，这四念住可以灭除这个忧，那你学习福业道也能灭除这个忧。为什么学四念住可以知道呢？因为你学四念住后，你更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饱足感。所以为什么很多修四念住的人要死亡之前预知时至，知道时间要到来，他知道了，他对身心感受反应很敏锐。同样的，你常常修四念住，你稍微做错事讲错话，你都很敏锐，都知道自己呢有亏欠到先生，伤害到太太，伤害到任何的众生，你会感觉到应该做的没做，不应该做的做了，你会比较敏锐了。这个为什么会有很多忧不可灭没呢？因为你知道什么因导致什么果，你在意义上就解决它。所以这个就是带来的好处。你的正德，正理就是八正道啊，学习四念住啊，毗婆舍那就是世间，后分呢就是正的道果，所以前分是世间的念住道，它的后分呢就是出世间道，所以为了正理的正德，就是正的八支圣道，所以我们应该正的八支圣道，所以你在学四念住，你就完整的可以开展你的八支圣道。完整学习八支圣道，你可以参加这最后几堂课，
我们每个周六啊，美国时间周六下午的共修会已经开始进入到大事实经里面了，就开始讲完整的法执圣道，那边就会讲解如何去完整的掌握法圣道。涅槃的坐证，涅槃呢就是灭除烦恼，烦恼的生灵，烦恼之灵、可爱之灵、贪爱之灵等等。那涅槃也称为不死，也称为甘露。甘露阿玛的有时候翻成甘露，有翻成不死，坐证甘露，坐证不死。因为我们有生就有死，只要你有生你必有死，你要怎么样不要再有轮回，你不要有再轮回投生，你不就不会有面对死亡，终结三界的轮回叫涅槃。亲自体验，因为坐证啊是一种亲自体验啊。阿德巴恰格，阿德是自己，巴恰格就是当下的体验，所以涅槃是一种当下的体验，不是等到来世、来世、未来世的体验。佛教的止观全部都是当下的体验，只要你用功方法正确，你现在就能当下体验啊。就如沙门果经啊，二十四王说六十外道都说他的方法很好，可是怎么检验他方法好呢？他说你今世是没办法的，你必须死了之后你才能知道。二十四王就说诶，我可没那么笨啊，世间的东西都说死了后才知道，我世间的工巧名学习任何知识学问，我都是希望今生学了今生受用，对不对？各位普渡大学的学员们，你们辛辛苦苦的读书，从本科到研究生，你们读了书是希望来世才受用还是今生受用呢？有没有可能说你所学的一切知识今生是没用的，你要等死了以后才知道有没有用，这样的学问你还有兴趣学吗？可是你看2000多年前这个国王就面对六十外道告诉他死了之后你才能受用，现在还是很多宗教也是这样啊，你学那么多你那么虔诚，死了之后上天国你才知道，万一死了之后被骗呢怎么办？所以你就上当了，死无对证啊。佛教不是等待死亡之后验证的，你现在换来你的快乐，很多烦恼把你束缚，你现在学过四念珠，你这个束缚立即就得摆脱，解开它，脱离它就叫解脱。维摩地，这维摩地不需要等来世，佛陀说等来世的东西太不可靠了，所以法是限量的，请你来看吧，请你来检验它。就如手中放了一个明珠说你来检查吧，佛陀说我手中的明珠是值得考量的，值得检查的。当然佛教也讲来世，但是不是离开完全摆脱的现实，只等待来世，一个乌托邦，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化境，现在一点都不受用，你完全寄托于未来世，这不是佛陀所赞同的方法。我必须是你今生已经受用了，你才知道有把握你来世受不受用。就像我刚才说，你修福业你修到饱足感，注释书说会满的感觉，好像个水桶满出来的感觉，这种满出来的感觉是一种限量，你做到这个地位，你这种境界你会出现的，你修到初禅有初禅的境界，二禅有二禅境界，毗婆舍那你修到第一个观自与第一个观自的境界，这些境界全都是限量的。八加个限量的，你是体验得到的，不需要等到来世。这个就是为了涅槃的作证，所以佛陀说凡任何人在这个四念珠中你愿意学习的话，你可能七年中乃至七天中在阿那含跟阿罗汉果中你可以期待可以证得。有研究印度文化的人说是佛陀时代的一个敬畏数，一到七是一个敬畏，大概印度的发展到了大概西元一世纪左右是到了十敬畏，一到十作为一个敬畏，现在我们普遍用十敬畏的，一到十作为一个敬畏，到一百个敬畏。可是佛陀时代更早，西纪以前500年呢，那时候流行是七敬畏，一到七作为一个阶段。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常用七即其有啊，七天啊，七年啊，普遍啊，不止佛陀在佛经，他们考察在佛陀时代的文化，印度典籍记录东西的数字习惯用七。
当然这个七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在七年乃至在七天中，在阿那含跟阿罗汉果中，你可以期待可以证得。那我们纵使没有这么好的根器，你打一个四念珠含器，你都会受用。我发现很多人学过四念珠的人都很深刻的体验说，哎呀，这个四念珠学的方法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学习啊？很多人学了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说早一点学习这个方法啊，我就不会那么苦恼那么久了。学会这个方法就如同你掉进这个烦恼的坑洞啊，深渊里面，你懂得方法走出来，你不会掉进去之后就没方法。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烦恼是很辛苦的，但是就是苦与没有出路，没有方法要怎么走出来。所以各位能够学习这四念珠，鼓励大家至少也先去学习一个两三天的四念珠课程。如果你能挪得到时间，我更鼓励你学个七天到十天，保证啊你终身受用。趁早学习，就好像你学英文一样，你趁早学习你就会少用得到。你学一个语言，你趁早学，只要你懂得这个语言的用处在哪里，你趁早学，四念珠给你换来清凉，对于烦恼这种烦厌啊，给你带来的清凉。趁早学习可以趁早摆脱烦恼，而且趁早学习你未来的烦恼会越来越少。那当然你听了之后你不学，当然还是有差距，你只知道理论没办法操作，不知道怎么应用。所以各位呢，学习四念珠，很多人说，诶，我应该学什么方法？我学安般念，我学慈心禅，我学佛水念。佛都是佛陀教，佛水念可强化你的信心，没有信心是一种烦恼。慈心禅是针对你的嗔恨心，强化你的慈心，这个也是针对我们烦恼打造的方法，对治你的烦恼。如果知道十天的四念珠，通常都会教到身受心，都会教到比较多。当然不同的老师技巧上会有一些不同，当然你学习之前你稍微了解这个方法是根据经典的教导，不是根据注释书的教导。经的教导就整个轮廓都教会比较好，有一些老师可能你打了七天十天都还在摸索前面的身念珠，这不是没有可能。鼓励你们先学完整的，过后呢再针对自己的某一些细节地方再做补充会比较好。见树啊不见林，跟见林不见树都会有先后的差异。关于这个重点呢，我跟大家就介绍到这，那最后十分钟啊来解答学员的问题。有学员问到说，四念珠修习可以帮助我们讲话如离作意的能力吗？第二个问题，修习四念珠的时候需要正见吗？第三个问题，初学者如何培养正见？三个都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四念珠修习可以帮助我们讲话如离作意的能力吗？肯定上就是强化如理作意的。当时在北方印度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叫说一切有部，文思是要学习四念珠，如理作意就是思索成会。思索成会的应用就是把听来的经论中的教理文字感受跟心念上的真相转换成经验，就是如理作意。这个方法就是四念珠。在说一切有部说，当你学四念珠就是完整的如理作意。好，什么叫如理作意？有人说在语言学上呢是属于从格，从什么方法或者如什么方法，是有人说就从什么方法如什么方法，按照什么方法依于什么方法。玛纳西卡勒就是位格，就是在意念的地方去做叫做意，就是呢引用这个听来的看来的方法，然后在我们的心中去运作它。如离也就是从这个道理，从这个道理用这个方法，从生念珠的方法，从受念珠的方法，从心念珠这个方法，这个理就是方法，如这个道理，如这个方法在我们的心中去应用它，去运用它。在意的地方叫作意，它是一个位格，在我们的意的地方去应用它，
所以呢，四念住的修习啊，就是强化如理作意的，它本身就是如理作意的一方宝剑呐、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修习四念住需要正见吗？肯定需要正见的。这个正见呢、啊，有两种方法可以升起正见。第一种方法，多闻宣习，多听闻佛法，多看经，多看论，多从经论中建立正见，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练习四念住之后，可以强化我们的如理作意，从如理作意中强化我们的正见。所以佛陀在经典中说，正见可以从两个地方得，一个听闻正法，一个如理作意。那学习四念住呢，是属于第二层次的如理作意。要学习四念住之前，先听闻，至少有一个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完整的听一遍就念住经的内容，你至少理解这个方法之后，你才开始去行动。就如同你已经有了眼睛，你再配合双腿双脚开始走动，如果你在还没走动之前，你没有眼睛，没有正见作为引导，你这个行动可能具有危险性，因为你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呢，教理正确的把握如同眼睛，实践修行如同两只脚，两只脚要配合两个眼睛来走路。那有了眼睛没有脚，你不能到达目的地，你只看得见没办法到达。你从此岸可以望见彼岸，从河流的此岸你可以眺望看见远方的对岸，但是你就是少了这条腿，如何运作让你走过去？用腿用船就是运作的工具。你从此山看见彼山，你没有靠两只腿去走，你没办法走到对岸，走到另外一座山。所以眼睛是代表正见，四念住代表两只腿。修习四念住需要正见吗？这个就是如同你问我走路的需要戴着眼睛吗的意思，当然是需要的。如果你走路没有戴着眼睛，那是危险的，所以你走路需要戴着眼睛啊。第三个问题，初学者如何培养正见，也是个很好问题。初学者多听闻佛法，有一种是现场开示的，如同像这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已经开示的放在网络上的，你可以下载来听，有讲义有顺序。第三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书本写在书本上的都可以。那初学者你可以透过你的师长、你的善知识、你的长辈来指导你看哪一些书，听哪一些，因为佛法的开示也有深有浅，有一些是适合初级的，有一些是适合进阶的，有一些是适合高阶的。那这些你可以透过你的老师、你的长辈告诉你哪一些会适合于你，这样的话你在听闻上可能就更契机。所以如何培养正见呢？多听闻正法，听闻正法之后，透过四念住的练习又会强化你的正见。但是顺序先后呢，应该是先听闻正法，多听闻佛法。好，这个是主控台那边传来各位的问题，不知道现场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师父，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一次做禅修的时候，您就要求我们正念觉知自己的身体，但是我只能觉知左小腿，而不能觉知全部身体，这样可以吗？如果你只能觉知到左腿、右腿的小腿，或者直接不到腿部，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你已经可以把它拉回到身体的其中的部位。那至于身体还有头啊、颈部啊这些呢，你可以再进一步多练习多少秒，慢慢呢，你就会开发那些原先观察不到的地方呢，就会开发出来的。请放心，一般的很多人都会要先从其中一个部位开始，比如说从手开始啊，从腹部开始，从脸开始，从脚底开始，每一个人都会有偏重的地方作为一个下手处。
只要其中一个下手处被你掌握到了，其他就会被带动，慢慢就会开发出来的。所以你可以从你已经可以观察到的腿部开始，可以的。观察了之后，你停留久一点之后，慢慢注意你腿部往腰部去，慢慢腰部就会被开发，腰部之后再带动到腹部、背部，然后的胸腔、肩膀、颈部、头部。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身体稍微动一动，身体动一动的话呢，也会带动皮肤跟衣服的摩擦，也会带动那个触受，正念啊，就容易拉回到身体上来。只要你回到身体上之后，任何一个部位都没关系啊，从一个地方开始牵动带动全身，可以的话慢慢就练习从头到脚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放松，刻意的就是从头到脚的扫描，这个扫描呢会让你全身的轮廓的触受整体慢慢就会变得明显，明显之后呢，你就慢慢的专注在全身，然后注意吸气跟呼气，这个就是身念住的开始，帮你心收回到身体来。心收回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身体里面的世界，我们都看在外在的世界，里面的世界有好多好多。好，你的问题我大概先回答到这儿，可以吗？可以的，谢谢师父。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不是做安般念，比如说我们只是想做练习身念处，比如说静行或者是走路啊，或者是站立坐着，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全部的身体呢，还是我们只是一点一点的扫描，就是从比如说这部位遍及到其他部位就可以了？很好的问题。如果你在行禅跟站禅的时候，例如像您的例子可以观察到腿部，你就观察你腿部在行禅，左脚在移动跟右脚在移动，那你练习左脚，然后再观察右脚，再观察左脚，这种观察的移动过程中，如果你学习过四大，看到风大，还看到自己的脚的提起、向前、放下，单单一个左脚运作有三个步骤，提起、向前、放下，再看到右脚的提起、向前、放下，这样的练习都是神念住，就是观察我们的四威仪的方法。如果你进一步学习过四大的人，还可以注意到提起的过程中看到很多风大的推动，向前就看到很多风大的推动，放下看到风大的推动。当然这个通常会在进阶的七天或十日禅里面就会学到，更后面更详细更能专注的方法。那最入门呢，至少也知道自己提起向前放下，看到脚的动作，这样的话都是身念住的四威仪的方法。佛陀说走路时候我知道我在走路，站的时候我知道我正在站，你也可以配合吸气注意我正在吸气，呼气我正在呼气，你站着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练习，吸气我清楚知道吸气，呼气知道我在呼气。你只想只看腿一个部分，或者只看腹部一个部分，或者看到你的上嘴唇跟鼻端安般念的其中一个部分，安般念也是神念住，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摄心的。